右手，右手的三根手指下意识间做出提笔的动作，指尖幻化出万千水墨气象。这是谁的手？玄色衣衫，如山峦巍峨，飘飘银然，似云霞舞蹈。他是谁？他是国画巨匠齐白石。1954年，油画家吴作人画下国画巨匠齐白石。这件作品讲述着画家与画家的思想对话，东方与西方的艺术交融。在齐白石的生命光华中，成就了一件民族气派的油画经典。北京跨车胡同，上个世纪这里住着盛名在外的国画家齐白石。这张照片铺展开1948年白石老人的画室，满桌笔墨纸砚间隐约可以看到一张画像，这正是吴作人为齐白石画下的第一张肖像画。白石老人对这张画喜爱有加，放在画室日日为伴，而作者吴作人却对这次创作并不满意。我们很幸运地在吴先生的手稿中找到了一份他手写的关于齐白石像的创作经历。他在第一行是这么写的：1946年已画过一幅头像，但不满意。虽然先子在欧洲已画过不少肖像，但对这幅总感到只是一幅习作，自己希望能是一幅肖像创作，要重新画。吴作人22岁便赴欧洲，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皇家美术学院系统学习油画技法。他的老师写实主义大师巴斯天曾评价，这个中国人在艺术上的成就将会举世瞩目。这张齐白石油画肖像比比可见吴作人扎实的写实功底，构图、光影、色彩技巧均已纯熟。而吴作人本人却在手稿中写，这是习作而不是创作，问题出在哪儿呢？1947再去欧洲，美术馆中珍藏着18世纪中叶以来的名肖像画家的作品。那些肖像画真正画出了英国当时上层社会显赫人物的特具的神态。自此，我认识到人物肖像的创作与人物头像的习作不同。我的目的是创造中国气质的肖像。中国气质，这4个字道出了吴作人的艺术雄心。
欧洲学成归国后，他多次拜访齐白石，在老人画室熟悉的墨香中感受到文化传统深处的召唤。两人以诗书画印相交，书枯润相得，转折顿挫，墨情生境内，神游向外，诗亦是画，画亦是书，变化无尽。吴作人体会着齐白石日日刻苦磨砺后挥洒自如的情趣，在宣纸上看到了与油画截然不同的灵魂。他此后说道，这就是民族性。肖像画追求的是人物特有的神韵，是时代的，又是永恒的，为人生创造美，为艺术的变法，使他成为一代中国画的独创者。吴作人决定画一张画，把齐白石的精神和齐白石背后中国艺术传统的精妙都融入其中。他就对这个肖像画的传统啊，就进行了一个反复的琢磨，既要看别人肖像画怎么画出来的，又要想我怎么画的跟他不一样。于是的话呢，敦煌就给他提供了这个画的不一样的可能性。20世纪40年代，吴作人开始把艺术兴趣转向中国传统。他两次深入西部，在莫高窟等古代壁画雕塑艺术中触摸到文明未曾褪色的辉煌。西行归来，吴作人开始拿起毛笔，此后每晚青灯苦竹，夜被毛笔磨得越来越短，桌旁的画稿却越积越多。吴作人鼓励同仁将西方绘画与传统水墨相结合，一张画不好画两张三张，一晚上糟蹋10张纸总会有收获。此后他家后院供教师们练习中国画的场所也被戏称为十张纸斋。他就是对自己有一个期许，他就是说我一定要画一张画，画出来以后呢，就是使得油画发展了，而不是指的欧洲的油画被引进了，他主要要做这件事，所以他就把这个叫做中国气派。1954年，一头扎入传统艺术海洋的吴作人终于决定靠岸了。这一年齐白石91岁，初冬的一天，齐白石被请到了水墨胡同吴作人的居所。吴作人已经在画室光线最好的地方摆好了沙发，91岁的齐白石坐上去，不一会儿便沉沉睡去，右手还下意识做出了一个提笔的动作。吴作人抓住了这个瞬间的细节，加以仔细描摹，刻画下老人执笔一生的神韵。吴作人真是把握住这样一个瞬间来进行描绘，使中国肖像油画人物画迈向了一个新的境界，那就是以形写神，达到形神相背。所以任何一个民族伟大的创作啊，它都是与民族融汇在一起的，而且越是把中西方文化融汇的好，越是能体现作品的魅力与价值。一张画布，一位模特，日日凝神揣摩，吴作人用画笔跑了一场马拉松，终点正是纸上宏愿，画出中国气质的肖像油画。1954年末，历时约2个月，画作终于完成。艺术家齐白石的生命光华在画中绽放。舍去块面体积，
笔笔平涂，他凝神妙想的神态中呈现出耐人寻味的中国韵味。中国油画啊，这个意义啊，不在于是中国画家画油画，而是要在油画中体现出中国的文化精神。吴作人先生的齐白石像啊，很有主动意识、自觉意识，来探索中国绘画的写意精神啊，所以，哎，这幅作品啊，在今天啊，特别能够让我们得到更多的启发。1955年，齐白石在吴作人的陪同下欣赏了这幅油画。20世纪80年代，吴作人独自与这幅画合影。今天，模特、创作者均已离去，唯有画中齐白石仍旧银然飘飘，安然端坐，凝望着他。这是中国文化精神在油彩中长存。我认为美术要成为国际的，除了它具备了种种优异之外，首先要是民族的。